老太太，你撒手一走都2年了，你可真狠心呐，也不管我。今儿啊是你生日，我把老大给我买的新茶沏一碗给你尝尝。但这事呢，老大的一片孝心。你看这一眨眼啊，又到秋天了，我都穿上毛背心了，也不知道你那边冷不冷。等寒衣节，我给你捎件羽绒衣过去，别冻着。并且顺利地产下了一名男婴，但让人惊讶的是，生下孩子之后，人家不要了。啊，真的是啊，没有钱孩子就不要了，这真的是做母亲说出来的话。现在医院和很多人，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，种什么都能够开花结果。连着气儿，我就生了仨，俩闺女，一儿子。哎呀，可我就奇了怪了，我这儿女们他们怎么就不生呢？哎呀，好好的一园子菜，没人吃，全烂在地里。抓流氓！快抓！抓！抓流氓！快抓！抓！哎，前面堵着！抓流氓！抓这流氓！抓什么流氓啊？啊，你们是没什么流氓可抓了啊？抓鸡啊？你们看看，有这么体面的流氓吗？我告诉你，老方，咱们街道居委会包括居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鸡可以养，但不能放羊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你们的小嘎小哈巴狗就可以拉到外头来满世界转去啊？我这鸡就得关在院子里关紧闭。狗通人性，你知道吗？鸡通天性。能打鸣能报时，我知道了，这不是鸡，这不是鸡，这是老方的大宝贝孙子，又名又姓，叫方小乐。老肖啊，你跟掐起什么哄啊？啊，没名没姓，你没名没姓，你不是有名有姓吗？急了急了，老方老方，你不是没孙子吗？让你儿子使使劲啊，你别整天跟这鸡较劲呢。我又跟他较劲了，你管得着吗？小人怎么了？你们有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有了，有了，妈，你看咋？有了，有了，我们俩有了吗？怀上了吗？完成任务，你再保佑保佑我，我赶紧把这房贷还了吧。我怀孕的事儿，他非杀了我不可。哎，不哭啊，不哭，多高兴的事儿啊！啊，对，对，给他妈打电话去。哎，啊啊！你干嘛呀你？这事儿不着急告诉爸。行了行了，慢慢想，慢慢想。是这么回事，我先说，好，你先说。孙警官，
你得给我做主，赶紧把这害群之马给处理了。你说我们家那母鸡在窝里趴得好好的，是吧？他那鸡嗖嗖嗖就过就哎，就把我那母鸡给吓死了。你说说，哎呀，什么吓死了？哎，孙警官，我跟你说啊，公鸡找母鸡踩字儿，这是正常的恋爱吧？他们家那母鸡岁数太大了，经不住踩，一踩给踩败了。胡搅蛮缠吗？蛋怎么下了？母鸡，这胡搅蛮缠的。要不你跟孙警官说说，把我也一块抓起来，正好。我家里就我一人，哎，吃饭还是管饭的。你想得美！我跟你说，我还正想告你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告你这个破坏公共秩序，破坏那个和谐社会，你破坏和谐社会小点儿，你应该说我破坏世界和平。你再说了，我呀，破坏世界和平，你有那资格吗？你行了行了，两位，老两位，行了啊，我也听明白了。这次的事儿呢，的确是因为方奶这个鸡引起的，咱该道歉道歉，该赔偿赔偿，好不好？但有一条。您这鸡下次可别再跑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也算您帮我们一忙，行吗？大妈，您是居委会主任，你也知道这个鸡对方大爷多么重要，咱呀，得让人出钱去。那我那鸡不重要啊？Hello, man. 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小飞象。Yeah.你怎么成这样啊？什么眼神啊？怎么这样啊？你是回北京还是回北极啊？饿死我了，老娘！哎，别扔啊！行李超重了，娘全给穿身上了。接着，机智吧！哎，别！哎呀，都是新衣服，好看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别动！干嘛？哎呀，你西北人不说西北话，你说你撇着我腔，哎，你说你难受不难受？哎、我这不是出来时间长了吗？家乡话说不好了。再说呢，咱们这不在北京吗？你得改改你的口条，入乡随俗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出摊晚了？我本来又不是给你理发，我都不来了。怎么病了？娘啊，我媳妇也生了。你媳妇生了？不是俺媳妇。嗯。是俺儿媳妇儿，天天吓着我你。你俺折腾了一夜，你不知道，我第一个孙子哈，俺生下来哈，胖叨叨的，念我圆鼓溜溜的，爷爷，爷爷，把我听的心里痒的很。太阳现在降低，说我是我是啊，母子平安，谢谢男孩，谢谢10:07出生啊，看看性别啊，啊，放心吧，谢谢，谢谢大夫，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快起来起来啊，我媳妇儿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放心吧啊，好看一眼孩子，谢谢谢谢，再见再见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没事了。您吃，生日快乐！
过生日啊？生日快乐！啊，生日快乐！啊，你吃，你吃吧，吃吧。喂，老大，你们两口子今天晚上回来一趟啊？爸，明天陪你吃饭行吗？我今天太累了。不行，我过寿。是不是糊涂了呀？上个月刚过完生日。不是我过，是给你妈过生日。我妈？我妈都死两年了，您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？我妈过生日，我送点什么呀？我是给他烧一套清一色一条龙多五回啊，给他烧一豪华七座啊。每时每刻热点聚焦，大家好，我是贾圆圆。今天呢，我请来了我的同事傅波，想让他跟我们聊聊关于如果没钱的话要不要生孩子这个话题。生呀，生孩子跟有钱没钱没关系。我们家楼下那捡垃圾的后面跟着仨孩子呀，哎呦，你说人家有钱吗？没钱，人家照样生。我不生，坚决不生。你想想看，咱们每天熬夜加班加点应酬拍马屁，搞得自己全身上下心肝脾肺，连头发丝儿都是虚的，你怎么能保证你生出来的宝宝就是健康优质的呀？如果你不能给他一个平静的机会，甚至你还要因为他有你这样的父母而去拼命，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？他一定会说，妈，你把我塞回去吧。照你这么说，那还真得先存钱再生病了。能不能不脱稿？不脱稿，每次都下保证，每次都脱稿。我跟你俩强调过多少次，注意价值导向，价值导向。现在给我的惊喜是越来越少，惊吓越来越多。怎么着啊？你俩是每天播一次我受惊一次，播一次我受惊一次，你们就高兴了？笑什么笑？严肃的。我说的意思，你们天天让我受惊，我说是让我惊吓。都给我立正，我站好了。手办，你们俩说说怎么想的，想不想干了？跟我对着干高兴是吧？贾媛，你先说，你先说。金总，咱们这个栏目不是热点聚焦吗？那热点聚焦就得先吸引观众爱听啊，对不对？那稿子上都是假大空的东西，谁爱听啊？再说了，我们说的都是我们的真实感受。你看傅波刚生完孩子，他能代表一个人群，我呢又没孩子，代表了另外一个人群。所以我们在节目中虽然吵起来了，也很激烈，但是我觉得观众就爱听这个，只有说的是真实的，才会有收听率。你们两个只在乎你们两个的感受，那我的感受呢？你们播完了拍拍屁股走了，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反正我觉得我没错。金总，我觉得我错了。作为台里的这种老同志，真不应该这样。所以金总，我想回去好好反思反思，给您交一书面检查，你觉得行吗？嗯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别，你就在这给我站着，走什么走，找什么辙？不是金总，您还是让我先走吧，我到点儿了。到什么点儿？这才几点呀、啊？你就到点儿了？他该挤奶了。哎，富波，你这态度是好的，但是这种错误不能再犯。一切都正常啊，放心吧啊，很好。来，六床。六床是我的病人啊，双胞胎。六床怎么样？感觉？还行。还行哈。啊，还可以。啊，彩超记录。哦，整体来讲不错，但是有一个呢稍微弱一点，不影响。好嘞。好，谢谢秦医生。这是你们家孩子啊？阿姨，阿姨好。几岁啦？八岁。哦，这我们家老大都这么大了，本来想再生一作伴，谁知道这怀怀俩呀？多好呀，起码有奔头了。方医生，您家小孩也挺大的了吧？走吧。走不走？走。长城无人阻。加油！
进去。我就是奶妈抱孩子，别人的了。奶妈今天来的够早的啊。北京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家今天都遇见流氓了。哎呦，这流氓口味够重的呀。讨厌北京。大熊，我听着呢。我看着您身强力壮的，我还真替那流氓捏把汗呢。要不说你是个贴心人呢，我就一把抓着那流氓，直接给扭送派出所去了。替我问咱老公好啊。哎呦，当妈的人了，还挺不正经。我是不正经啊，你呢？你那是二。哎，咱俩组一组合怎么样？叫二姐不正经组合，怎么样啊？北京，行行行，那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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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活。这成什么了？干活干活了。这哪还是电台啊？啊，你都成茶馆说相声的了。你把这个采访确认一下啊。刚才您那是干嘛呢？请问。我干嘛了？同事间开个玩笑啊！你这叫开玩笑啊？手都拉一块儿了，这叫亚出轨，懂吗？仅次于精神和肉体出轨。怪不得要隐婚呢，原来是为了方便自个儿。最近我有点闲，我得找我那姐们儿跟她聊聊，看她怎么折腾你。你聊去，你跟她说去，你看她信。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把那么好一姑娘我介绍给你了？我啊，瞧你现在这德行，对我够横的。就你想太多了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小飞象对我有二心，我也绝对忠贞不二。放心，他没你那么不要脸。谁不要脸呢？讨厌，有点正经的没有了。哎，今天晚上老爷子要办寿宴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说是要给咱妈过生日。那妈，这我怎么觉得那么瘆得慌呀？我觉得老爷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我也觉得蹊跷。行了，宝宝要开始工作了，你消失。抓紧啊！这边我们不是看看您这警惕性啊到底高不高。行了，我能警惕性不强吗？哎，这个还没信呢。啊，大妈没有。行，没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不是大妈说你们，你说都五年了是吧，你说还没怀上呢，你们俩呀还都是妇科什么专家，该用的手段就得用上，你知道吗？老大，我跟你说，你妈在世的时候就替你操心，我今天就替你妈呢多唠叨几句。你说孩子都没五年了，你也该从这个阴影里跳出来了吧？
是不是啊？哎，还没说完呢。行，大妈，那就先别说了。那大妈，我得跟你，我得嘱咐你，你跟他说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，是吧？抓紧的，赶紧生一个。嗯，进了呢，是替你爸着想。嗯，啊，让他心灵上啊有个寄托，是别整天就在这胡同里头弄得鸡飞狗跳的。那是不对，等着。是的，是的，刘大妈，您说的对，这事我们扛了。那可赶紧生啊，赶紧生，记住了啊。怀孕的事儿，半个字也不许提，不提。打比方举例子也不行，不行。明里暗里别人勾搭你，你也不许接茬儿，不被勾搭。你也不许勾搭别人往这方面聊，不勾搭。哎，这事儿没有想到万全的解决办法之前，你只能烂在肚子里。我发誓，发毒誓，我泄露一个字儿，烂嘴烂心，你烂肚子里。哇！哎，我怎么又想尿尿的呀？媳妇怀孕初期都这样，忍一会儿啊，马上到咱爸家了。能忍住吗？你就找踹呢是吧你？爸，这是做菜呢还是做手术呢呀？什么名字让不让人吃了你呀？大姐。赶紧呢，他都知道你俩笑话，可是你俩送他慢点什么不好啊？非送到手术服，你瞧他爸像戴那绿帽子戴的，咱妈这地下有知的话，我是不怕给你偷梦的。嘴上长个板门的好不好啊？我能送爸手术服吗？是他问我们要的，他要能不给他吗？那我觉得爸戴着绿帽子挺有范儿的，特像一行为艺术家。是，您那绿色特别流行，咱爸挺时尚的。爸，我来吧，您歇着啊。对，爸，您歇着，我们俩来。我们来，您出点人，不用你们搭手啊，你们就等着吃吧。就出出出出。太辛苦了，那我们出去了啊。走走，辛苦了，爸。你觉得爸今天行为举止特别异常吗？还真是有点怪啊。给妈过生日，亲自下厨，戴一绿帽子，而且表情相当诡异。那爸今天唱的是哪出呢？孩子，爸，这10000块钱是我跟北京孝敬您的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几张欧元，您就将就给妈烧了吧。烧钱犯法。这欧元，啥元也不能烧。你有钱烧的？不是，三儿，你这钱二哥先帮你保管着啊。正好咱妈也给我托梦了，我回头把你的孝心意收到了啊！你收到，给我老二，陈大姐，只孝一下一点孝心啊！回头我帮您存起来，这欧元什么时候去欧洲旅行的时候花？哪儿也不去。哎，咱们这先敬爸一杯。来，爸爸来，爸来，来，等等，这第一杯酒，先敬你妈。老伴儿，孩子们都来了，给你祝寿来了，干了。走了以后呢，这家里头呢都得操心。爸，谢谢你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陈叔，哎，爸，他明天有手术，我替他喝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那大老爷们儿喝两杯酒没事儿。来，爸。嗯。爸，那要这么轮的话，是轮我们家了。爷，先旁边稍息着。啊。老二媳妇啊。老二啊，不着调，你呢多担待点儿，啊。那我敬您一杯。不是你敬什么敬你老爷们啊？一杯两杯没事。什么没事？喝一杯。爸，圆圆身体不好，这么着，我替我媳妇儿敬你。疼媳妇儿是你的唯一优点。北京啊，哎，爸，伺候个小媳妇儿不容易吧？爸，
知我们家老小惯的这没样，你呢多让着点，那谁让你娶一小媳妇儿，自作自受。已经对我好着呢。爸，我咎由自取，特高兴，没事您放心。人家对你好，你就得对人家好，别以小卖小，听见没有？爸，你是怎么了？爸说你。哎呀，今天呢，是你妈诞辰70周年，我呢炒了几个菜，你们都尝尝。我就喜欢吃这个松仁玉米。不是你刚刚说什么？松仁玉米。现在它不叫松仁玉米了，我给它改名了，叫多子多孙。爸，那还是你有学问，这名好，改得好。我爸，那这麻婆豆腐呢？你看见没有？这里边有好多辣椒籽儿，豆腐，我管它叫多子多福。哎，你们再看这饺子，素馅儿，里边我包了6种馅儿。北京，哎，你学我奶奶给起没？按您这整体构思，这个就应该是身怀六甲了吧？嘿。看你真是有学问，就叫他身怀六甲啊！哎呀，老二啊，你看那个汤里边有啊，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，这汤你知我叫的什么？叫早生贵子。你多喝点儿。我怕人书上写这都女的喝的都是。老三，你尝尝这个。我爸，我减肥，我不吃红烧肉。这不叫红烧肉，我给他起的名叫好运当头。孕，怀孕的孕。哎呀，你说我小时候呢，学徒啊，混了个八级木匠。后来呢，我就从陕西当兵来到了北京。哎，到北京了就给我分到这个故宫里啊看大庙。再后来，我就认识了一个皇城根的小姑娘，那就是你妈。为了9牛2虎之力啊，把你妈娶到手了。我记得当年吧，反正我就是穿着一身绿军装，夹着一绿军被进的这个门。后来呢，又费了9牛2虎之力，把你们都拉扯大了。可是日子还没过圆满呢，你妈就走了。你妈是怎么走的？你们进这个，我干三杯。少喝点。没事，你们看啊，我这桌子上一共是10道菜，一瓶老酒，可以说是10全9美。就差一美，我就圆满了，你妈也就圆满了。但是呢，这一美我一个人不行，得靠你们呢来配合，所以我今天我得敬你们一杯，哎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今年我都70多了，这眼瞧着就奔80去了，倒计时了。按照正常的人，就是我这个岁数，那孙子孙女都得满院子跑了。可我呢，自从你妈走了以后，这院子空落落的，一点生气都没有。就连咱们家那小公鸡都不愿在家待着，抽空摸空就跑出去找小母鸡谈恋爱去。我呢，没别的干，我这看电视，恨不得24小时我都开着，我看着俩眼睛，我看什么都双的。要不就跟那菜地较劲，我一天翻8回地，我浇6回水，最后把菜都给浇死了。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想让你们生一个孩子，对吧？难道你们非得让我跟你妈一样带着遗憾进官司吗？爸，您别说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给姐妹们戴好这个头，没有让你享受天伦之乐，也没有满足妈的心愿。老大，不是你的错，你快坐下坐下。哎呀，看来不动真格的不行了。我呢，写了份遗嘱。爸，您活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写遗嘱啊？谁要是先生孩子，
这小院看见没有，就归谁。我这白纸黑字，看见没有，都写好了。不是爸，这不公平。你明明已经知道我跟北京决定不要小孩，我们要当丁克。不是您这遗嘱立的，您眼里边有没有我这小女儿啊？你眼里有我吗？有你这个爹吗？啊，你们俩不要孩子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爸，您别着急，其实您也别跟他较劲。您上外边看看去，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要孩子。小飞象的选择，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。什么理性的选择？这就是缺德的选择。我跟你说，小飞象跟了你以后就没情没义的。爸，我这招谁惹谁了？你别说话。爸，敬您这伟大的父亲，我干了。行行行，你先缓会儿。这杯酒我得跟老二喝。老二啊，来吧，你是咱们家唯一的一男孩。你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我说你抓紧时间要一个，要一个。可是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忘了你妈走的时候拉着你的手说了什么吗？人一走茶就凉，把你妈的话当耳旁风了。你说你大姐大姐都这么大岁数还在想方设法要个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过孩子。他们当过爹当过妈，知道这孩子在家里意味着什么。姐姐，走了好几年了，谁不也不愿意提这事儿，谁也不愿意接这个伤疤。可是心里呢，都念着他，想着他。春儿啊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苦，我何尝心里不苦呢？忘不掉，甩不掉啊。可是不行啊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，那就把你毁了，那就把这个家毁了。该忘的时候咱们还是得忘了。为什么我说非要一孩子呢？这样就救了你大姐，救了你大姐，也救了我，也救了一些因为重伤走躲在这阴影里的人。哎呀，老二啊，你去看看你妈，你拍拍胸脯想想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妈吗？知道，您早上给我托梦，您怪我了。是，我这当儿子的，没能让您亲手抱上孙子，我不孝顺，全怪我。要怪您就怪我一个人，行吗？您千万别怪我大姐，大姐。伤心啊！不是还有我和圆圆呢吗？圆圆，他在为咱们老方家传宗接代这事儿上，是站咱家这头的。我们俩一次不行，就再来一次；还是不行，就再来一次。再苦再累，
保姆都咬牙挺着。可是妈，你也知道，圆圆她是一把事业看得比我命都重要的职业女性。我每天看着她能这么付出，我心疼啊，妈。妈，今儿您生日，我就当着您和全家人的面宣布一个好消息。哎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在我和圆圆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我爸终于可以当上孙子了。我什么？我当孙子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是爸要有孙子了，是不是我当爷爷了？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不是。往前走，不要往两边看。快点儿，手放下来吧。慢慢的把眼睛睁开。小柔，我这眼睛真睁不开，你知道我恐高。你再说一遍，睁得开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知道错了，媳妇儿，真的，我也是没辙了。你瞧瞧，咱爸今天多伤心啊，把我妈都搬出来了。另外，你看大姐今天那样，啊，她跟大姐夫，你说，把孩子养那么大，说没就没了，想再怀也怀不上，我看着我的心疼啊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你说我这时候再不站出来，我还算我们方家老爷们吗？你理解理解我啊，媳妇儿。演，接着演，学会先斩后奏了是吧？不是，还敢顶嘴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把眼睛给我睁开，两只。当初知道我怀孕的时候，咱俩怎么说的呀？是不是给我时间，容我好好想想啊？那你今晚干了什么呀？那现在全给抖了出去了呀？当初我刚跟你好的时候，我爸我妈是不是反对来着？我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他俩差点跟我断绝关系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有。我是怎么做的呀？死心塌地跟着你，你看你胖的，我嫌过你吗？没有。我为什么不嫌你啊？你爱我。对，我爱你，因为你对我好。我知道你一生只会爱我一个人。可你倒好，你看你今晚上做这事儿，你跟我是一条心吗？你就是个叛徒，你背叛了我。你要敢下次再这样，我就把这孩子给打了去。媳妇儿，不是，就是你千万别这样，媳妇儿，真的。咱俩有事好好说，坐那说。放手，放手。坐那说，媳妇儿。哎，什么态度啊你？我还没说完呢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听我说啊，咱们不为别人，咱为了咱们自己，咱不能对自己的孩子下毒手吧？你知道你这要什么吗？啊？你其实要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
想要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不就为了害死咱俩的关系，让我爸妈承认你吗？是不是啊？我猜对了吧？就你这点小心思，以为别人看不透呢？哎呦，真是每次都，哎呦，天哪，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你过来，放下。我跟你说句话，干啥啊你？你喝多了，老七。老七，你干什么？你说，哎呀，你别耍酒疯好不好？放下，我给你。哎，好吧好吧，我给你倒杯。放下，别走，放下。啊！你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？啊！